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南求职365，我是主播宫宝。台南是美食之都，是文化古都，更是宜居城市，因为住在台南，找工作就业没烦恼。怎么说呢？为了帮市民找工作，帮厂商找人才，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设立职训就服中心，不只会帮市民找工作，帮厂商找人才，更是人才培育的金招牌。今天主播宫宝要用5分钟带你认识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说到台南最有创意又最贴心的单位，就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每年推陈出新，办理多元贴心的就业服务，并规划最符合趋势及需求的职业训练课程。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为协助市民就业及厂商征才，在永华、归仁、新市、嘉里、关田、明治设置6个就服台，并在善化成立银发人才服务据点，提供专人就业服务。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办理暑期攻读、就业讲座、职场参访、履历见诊、面试模拟等就业准备课程，提升就业成功几率。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积极开发适性职缺，办理征才活动，协助企业寻找适合人才，解决企业缺工问题，并办理雇主座谈会，提供辖区厂商多元方案，为企业解决人力运用问题。为协助厂商媒合人才及市民就业需求，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每年办理4场大型、3场中型就博会及约300场的小型征才活动，透过就业博览会开发多元职缺，就博会现场更提供劳动法令咨询、求职顾健康、CPAS 职涯咨询及美发水当当等贴心服务。当市府约聘、雇用人员聘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办理统一招考，职缺公开化，流程透明化，真实公正化，让优秀人才发挥专长进入市府服务。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每年办理专业服务，美容美发、专业设计、电脑资讯、餐饮服务及照顾服务类等课程，提升待业者工作职能及习的一技之长。为协助在职劳工终身学习，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与国立成功大学合作办理劳工领袖大学，从初阶、进阶、高阶、精英班的阶梯式学习系统，让劳工习得职场所需管理及领导知识。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导入劳动部 TTQS 人才发展品质管理系统，办理专业化的职业训练，精进辖内单位办训品质，以提升劳工职能，并创下全国唯一连续14年获得 TTQS 金牌的殊荣。为提供市民及厂商一个兼具求职与求才的数位就业媒合平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建制台南工作好找 App， 更结合职训课程、面试技巧、求职防骗及全国技能检定试题等资讯，只要一机在手，就可提供市民朋友最新的求职相关资讯，欢迎踊跃下载。找工作、找人才，请指定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最懂你的心。感谢您收看台南求职365，我是主播宫宝，我们下次再会。